各位山地士，泰顺区新农现在讲到第四十八页到第四十九页，两就是什么文章，念唱什么讲完之后，现在讲显示泰顺体相用，就是真以本心为泰顺的当体，显示这个体相用。三方面的意义，先讲体一显示体相，然后体二显示用。显示体相方有两谈，体一真显示，体二显现。真显示就是说明体相两种的属性共用。论文开始讲，夫此真与此体相在。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真感。你还说明讲，真与本性的体呀、啊，这个此体，十法界众生，上至诸佛，下至天龙套众生，同样平等，无差别。所以讲，真与个此体。要先讲体，后面穷本意了，以下再来讲相。讲这个诸法的离体，就是真与此心啊，那个常心当体呀、啊。一切凡夫，一切是众包括，凡夫包含六凡法界，三尘陀、天人恶修罗，三恶陀天有鬼肉身，统统包含在内。下至六凡法界。上至四种生者，上文人最高的地位到阿罗汉果，缘觉毗毗佛，菩萨为诸佛的修缘，诸佛是菩萨的果，两就是四圣法界，讲真以此心呐、啊，下至六凡法的众生，上至诸佛菩萨，同样平等，无增加，无减少。无有真感，就是讲真与此心本来如是，寻求佛果，既然无真假的时候，众生在凡夫迷失，错入轮回游转，真与此心也无感受的时候，所以真与本心一切平等，并无差别，无假无感，平等平等，例如空间论平等的意义。回前即神，回后即灭，两句啊，在时间上论平等，讲真与此心本来如是，唔系讲从前面个边际上对那时间升起来，啊，一向就有，有众生就有，啊，所谓讲有是升起来，所以会是无次，前面这个开始个边际啊，听不到。从来就有，所以唔系从前之方乃至时间生起来，回后之咩，就是寻求真觉，也一切千归来之，唔会有所变坏，唔会坏咩。所以后之后面嘅变之就是未来，千归来嘅后面嘅变之唔会有所损失，唔会有所损坏，一向本来就是过去安呢，未来安呢，平淡平淡。全部所尊的就是两个众生财迷跟也是两个啊，所以说毕竟上行，毕竟就是究竟，究竟两个尊以此心啊，在时间上万古上行，永久一世，恒常不变啊，在空间上无处不有，处处改变，你看就是胎生体，众生本有的法体，诸佛所尊的法体，众生迷失该也是两个，诸佛所尊该也是两个。下面穷本意来一下，说明相，讲一个真与此心本体中啊，有现出种种的功德相。所以论文讲，穷本意来呀、啊，心是满足一切功德。前面的体，就是前面真与门行的空义，说明一个空义。呀，下面个相
就是前面子女们的不狂呢，啊，不狂，显示子女之心不乐，其就无量功德。穷本意来，就是前期一向穷来，本心哈，心指诸法的离体，就是子女之心。子女之心的当体，本来自家就满足一切功德，满、圆满、齐批、就满足啊。讲一切佛果上的功德啦，在众生心地上真如本心上本来具足啊。我们虽然是凡夫迷失之心，可是这个功德并不是的，本来具足。诸佛真果并不是心的，就是真道本有的自心上的殊胜功德。那么那个本心满足一切功德，哪一种功德呢？下面列出来的功德相来，所谓自哈文盖世上文讲，此体准以此心的本体啊，准以此心的本体上啊，当体就有太智慧光明义。太智慧光明义若太白遮金刚，把这部的高点说讲众生本有的是相白遮，一个是相白遮本来其中一个太智慧啊，智慧当体就是光明，所以这个太智慧光明的意义，众生本来具足，无感受一丝毫。神秋佛告诉真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真理此心的本体上啊，本来就有太智慧光明义的缘故，要不一切功德的体中，就太智慧提出无量光明的功德，要不本来具足，要根据太白遮金的道理。听一句个，边照法界义故。主边就有以十方法界，十法界中一切法，也该意义全部包含。也若华严经讲，华严经讲啊，佛法身佛，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凡尘总观法就是个光明边照。所以才会讲边照，就是光明边照，本有个光明，主边照耀于空间时间之中。十方法界一切无处不照啊，两个因义本来其中，因此之故，众生本其边照法界的因义，诸佛所证就是证到两个边照法界的因义啊。所以众生迷失，迷失两个边照法界因义，诸佛所证证到两个边照法界一个因义，俩就是根据法眼明讲，因为有两种个道理的缘故。所以此心本来具足一切功德，要不听一种真实是第一个，并下面的此心倾向是一个两两句脱离出产那个生慢境，真实是第开生慢境原本按照以实以第以周真以实体了敌一切万法，无法不敌了了上帝，众生迷失两个本有真实实地跟真义，所以啊，对一切法不能了地，而诸佛产生两个真实实地跟没有义，所以很少给我一点质疑，不亚地的究竟有多点数，所以先说呀，该能地诸佛的真义，个地个作用啊，众生本来具足，只是本烦恼妄想杂病。显现不出来啊，所以呢，就是根据圣曼经所讲的意识的真义，意识底根意义啊，讲众生不能了敌，而诸佛察真，所以能够以诸法的实体察得了敌诸法的真义，所以或者意识是第一故，此心倾向是第一故，讲众生的此心本来倾向，真义本心呐 啊本来是不丢不枪，但是。要众生的念佛啊，方便讲相，讲此心就是真如本心，一个真如本心本来清净，一个心地本来清净，一个因缘为众生本来具足，所以不是此心清净心意，此心清净心在圣曼经上讲，如来藏众生本具的如来藏，如来藏当体是此心清净，所以不是此心清净藏。
猜了个新闻就讲，我那痴心秦腔长，讲那个长说，这个痴心就是真意本身，当地本来秦腔，不说人物，所以不是痴心秦腔以来长，痴心秦腔个形体本来意思。两两句出在新闻经，新闻经两部经呢，多了后来比较受欢迎。最早翻译在刘宋时节，南朝开始啊，宋齐两朝啊，刘宋，因为当时南朝的宋不是超强人的宋，这是唐朝有的宋，也在唐朝之前，南朝有宋齐两朝四朝，宋朝的国主像刘义。所以称为刘宋，历史上称为刘宋。东晋以后，南朝就是刘宋开始，北朝就是北魏啊。刘宋时间有一位三藏法师，那求那帕陀罗啊，就功德显。求那帕陀罗法师来中国，就是翻译《西经》《楞伽经》这位啊，也翻译一个《声闻经》，其那个《声闻经》的题目清长。很多声闻十字教一声太方便方刚经，声闻十字教一声太方便方刚经，简单就那声闻经，这是第一次翻译的。到了唐朝武则天的时间，菩提留子重新整理翻译了个太伯之经，太伯之经一百一十卷，有49回，第48回就是声闻佛引会，就是声闻经，这等于是声闻经听你这个翻译。所以太伯之经上有声闻佛引会为第48回，在第119卷。但是古时注解声闻经呢，它的主是注解刘宋时节翻译的，就是求那跋陀罗翻译的声闻十字教一声太方便方刚经，两部声闻经在南北朝清流通，一直到唐朝初年还清普遍流通。所以在这个场景呢，声闻经的古著有声闻宝库，讲声闻经底部千多法宝，像一个法宝的含库，像一个替代下大经的中央，底部有千多宝，所以叫声闻宝库，主角一部声闻经叫声闻宝库。那么梁朝的九闽太子，梁武帝的太子哈，九闽太子也注解有声闻经一书啊，这部声闻经一书要有清太的功用，清父圣名，在当时南北朝到隋朝唐朝初，研究声闻经的人呢，大家都爱看过这个九闽太子所著的声闻经一书，包括一书都含保存在现在一个万世修长行啊。但是到了唐朝以后啊，为是显身起来，慢慢这一类的故事的一生的争议啊，就慢慢就没人去分享了。所以唐朝以后就看不到有声闻经的注解啊。所以声闻经在当时要慢慢流通呢，因为底部显示法性的脱离啊，讲诸法的离体，讲得清详些，所以现在呢，马明菩萨做了个太深起心论啊，就是根据一百部太深经，所以声闻经也是其中之一，为其所采取的资料之一。所以那个真实是第一，楞伽经也有，声闻经也有，啊，痴心秦腔心意完全出在声闻经。上了我将一股，上了我将我的一盘西德出差一盘经，一盘经跟一盘西德香港啊，祝福所证一盘的离体，其就上了我将是一种意义，我的一盘西德，其中的上意啊，讲真意之心一盘的妙理，从来就暗呢，就是论文所讲呢。回前即神，回后即灭，一个涅槃的真理一向也是常住不变，
顽固赏心，所以有赏意，赏就是不前不边的意义啊。穷来就会暗呢，将来一样也会暗呢，听不了经没有所变通。众人迷失，主佛请真，其中的一个赏意就是主法的离体，就是真意本心，参一盘见成为一盘啊，这就是顽固赏心的离成为赏。那现实真道涅槃该佛果，你是圆满，变异神是以六道凡夫的混沌神是两种都已经消除。往生佛果以前就是等觉菩萨以下，一切都你生人都含有变异神是，心中含有念念神灭的情况，很多神是没像人的人啊有贪乐几十年的时间没安的，这个念头是变成神秘变异神事，就是念头熄灭。有的神求佛果的个念将完全消除，彻底无念。凡夫六道的混沌神事，真出世间的身果就已经了脱了，何况佛果呢？所以神求佛果得到上落五常的诸法的离体，所以不会有一个痛丝毫的痛苦啊。不受你边所通，不被你心所转，所以究竟安乐，神求真果，真道涅槃，究竟安乐，无你心苦，无你边的偏向，所以不是乐，不是乐的。第三种的我，我的我在痴善意，涅槃也能讲，神求佛果有八痴善意，八种痴善的因意。我都八痴善我，有了八种痴善的脱离成为我，不是众生所执的我，不是我方依执的我，显示诸法离体本来痴善一种的我念，所以不是我啊。第四种我都听啊，神求真果，神求于三业七大情相啊，神求真果啊。这个坚持尘沙无明三佛究竟情相，所以不是枪意上落五枪，我们涅槃西的为涅槃经所主张所说明的上出的脱离啊。平常讲上出就是仅仅涅槃经讲的上这个意义，讲仅仅涅槃经众生本有那个上落五枪的没有意，讲上落五枪的脱离啊，佛果察真众生也本来其中，所以是上落五常依故，清凉不变痴猜依故，综合说明上面所讲的佛果的究竟功德，以众生本体的心德，都是清凉不变痴猜，具备了三种的因缘，为之这个真与痴心的现象所成就的殊胜功德。清凉就烦那个热闹，众生有无明烦恼就热闹啊，就有那个热闹的情况，就是痛苦。佛果本来没那个痛苦了，你是圆满，所以不是清凉。众生那个清凉的痴心本来其中，不变就是上处啊，本来上处永久不变，所以不是不变呢。痴猜就是涅槃的我的。啊，一个痴猜呢，诸佛究竟真道，众生虽然迷失，也本来其中，所以神求佛果就能够圆起。啊，念先众说明讲，涅槃离体为众生本体，就是法性离体，就是真如本性。法性上有两种的现象的功德，啊，有那个太智慧光明义，变作法界义，真实是第一。痴心情相行意，上落五相意啊，情量不变痴善意，具备了的因一个缘故，所以成为心智满足一切功德，也解释这个心智满足一切功德的因义啊。那么你啊，就是分别出了太地不求的一类，包含无穷无尽。所以他们总结讲，其就已是过于恒沙，不离不贪不依不思议不法，你看总结上文，提就就是完毕啊。
忠臣本身祈求以上的功德，祝福所尊出尊以上的功德，以是自发支持，就指上文所讲呢，心智满足一些功德，一直到不勤养不变之态。上列种功德唔系少数，多到比恒河沙数还要多，所以过于恒沙过超过。超过像恒河沙数很多，身体上本来起就无量功德，所以成就不过很多万德庄严。第二道功德呢，参人的尊意之心哈，莫离开，唔会贪图，唔会变异，也是不可以行使，不可以靠你本业本来起就嘅福果嘅妙法。那众生本身就本来起就，不离不贪不依，不是你佛法。第二句也是出在《生慢经》，《生慢经》上有现身按那个机制啊，不离不贪不依不是你佛法，《生慢经》上还加一个不贪啊，就是不贪就是不离，莫离开两个道理，所以两位把不贪两态包含在不离的不度上啊，就是说众生本来起就两条属性功德，它是迷失的，得不到修用，诸佛。整个完全具备了的功德，他没行真没行德，众生心中本来有该主佛请真，就是真的了了，不可以行持，不可以求你一个功德，也没办法和用文字完全表达，所以乃至满就无有所受你故，乃至是求要死要太无量无边的功德不能一一表达啊，所以本心上本来圆满其中，唔会有所受，无有所受呢？个唔会受一些的，众生本起无受一些，诸佛出真无假一些，所以讲无有所受嘅因缘嘅缘故，因此呢，名为如来藏。如来藏心上本来其中两条功德，在《生慢经》上啊讲得清清楚，所以前面讲到痴心请向如来藏，痴心请向藏。此心请将心当地之以来藏，猜那个深慢经上讲清详细，所以引起起彼了的功德，所以按照以来藏，哪个人众生盲有解脱的六道凡夫，按照以来藏，以来就是总包含前面所有的功德，而众生本起的功德比烦恼妄想所杂比显现不出来，蕴藏在八十天中，所以称为如来藏。神佛就按照法身，神求佛果就没按照如来藏，就按照法身，就如来法身。这法身离地当地就是如来，所以说一名如来法身，如来法身要真果讲，如来藏要引体讲，才能令凡夫啊成如来藏。神求真果成佛果，就按照如来法身了，所以法身。离教没有去无量功德法身上本来起就，所以对付个存在个言辞啊，按照万德庄严啊，万德庄严，万唔系独独一番，显示无穷无尽，就是论文所讲嘅，各以恒河沙数嘅无量无边功德，统统多了福果，七大究竟前证，莫有一项欠剩，所以就一名而来法身啊，也按照福果上嘅。法身的理地，神佛就是法身啊，这才众生行地就是自性倾向行，也是真现是一个胎身体，胎身相，胎身就是指众生行，莫忘记哈，唔系单指那个胎身法、受身法嘅根本嘅事，胎身受身，也系指众生行，所以前面一开头讲，所念法者为众生行。一个法体真义之心，就是众生本体的形体，一个形体上本来具备两个功德，那么两个道理体相已经显示清楚了，但是讲怕有你们信义，有你们在下面听一套的信义，这是一个你们，你们跟人人传那边呢，先家庭一个门法门言，上下真义体体平等，利益特相有哪佛萨替有以是种种功德，讲怕你们按你们，所以马明菩萨自己提出来问，然后当来解释，家庭讲有你们，问一，上说真义，上面
上面正义门行讲正义之心呢、啊，体体平等，讲祝福与众生一个正义之心的当体平等平等，以前是远离一切相，啊，体远离诸相，相不可得，所以离一切相。该既然正义之心平等本来离一切相，初二归向样板就讲其中很多的功德呢。所以讲，任何佛说体有意思，种种功德，任何你们此。跟样板初二归有讲啊，发生离地方，我有欺骗的意思，意思指上文所讲，从不女的心智满就是啊，不便是在你的功德。跟样板两位有讲。提行有提出的种种的功德呢，种种就是功德的种类差别清楚清楚啊。现在要么有讲按照功德两个眼睛从来没呢，前面有讲空，两个有讲不空啊，又提出无量功德，好像是你不发生你们，所以因此呢提出来问，然后继续讲啊，论文反过来第五十页开始讲，答一答复该方向，谁是由此主公的你亦无差别之相，等同一命，唯一真义。虽然有讲有种种功德，实在体批有上面所讲的种种功德的意义，谁有两个功德呢，他真义之心的当地上并无差别相，并无差别相啊，等同一命，同样一概平等平等，无差别的法性的离体的本意，并无分别，唯一真义，只有真义此心一体，并无差别相。功德其就它无差别相，也个脱离去不容易明白啊。可以加那个摩尼族来比喻啦，摩尼族、以义族啊，印度话摩尼，反正中国话就是以义。更有一种佛族啊。名称按照摩尼佛祖，就是以一族，一个以一族，一条人人的以一族啊，一个佛祖呢，无形无相，底部透明空空，透明。但是两个以一族挺奇妙，你拿了种在国外所在自成中央，你需要嘛个东西，你向其要求，其就会出嘛个。你需要饮食，个佛祖会出饮食。你需要衣服，个博主会出衣服；你需要防沙，个博主也会出防沙。只要你需要，个就会出。按照意义博主，意义按照你的心意，你需要嘛，个就出嘛个。众生真心离体，都以含个脱离啊，平等要博主当体，个博主当体平等透明无差别，一块重要。但是既能生一切个。你所需要的物品啊，你需要某个东西，你通心一想，记就不出来。该就是功德，你功德本来记住，博主方完全记住该的功德。他你没用的时间呢，没差别，平等透明，一些东西都看不到，完全没某个东西。等到你需要呢，你想需要某个记就来某个，随时都会显现啊。所以讲，今天的富贵。是一一致，是事实之情况就会在按那个情形，所以你们一旦同意，没变没差别，同样一个真义本体，就像个摩尼族重要啊，需要给就现出来，并没讲外常识，不用有差别相随的病啊，但这个差别相随时会显现，你需要给就显现啊，但主体本来平等啊，透明并完全空义显现，但是你需要的时间不空就现出来了。此因缘哈，讲这个脱离，要么讲呢，以无分别，离分别相，是故无义。因为发现离体无分别的差别相，即无分别；以一不着无分别，啊，离去一切分别的假相，所以即当体本来本义，空与不空，本来本义无两样。哎，你唔用东西的时间，看到个不着完全透明。像真义之心本来就会安的，啊，你需要嘛个就出嘛个，可是这边没底部有东西，需要给就现出来，该就是为着啊，无义当中平等当中啊，随众生的心意能够显现一切，因为你当体无分别相，可是你需要给就显现，啊，
比方讲像水行啊，水边无种种的现象，可是天空中的现象养在水中呢，跟水就会现出相了，但相都是希望的，不是实体有的。所以众生心地本来如是，只要你需要的物品随时都会显现，众生心就按理不可思议，所以是胎生体相。那新年法还没讲，才刚讲到一段，剩下的呢休息一下再讲。不如何你得说差别，以一年是什么相似？既然是身体本无差别，平等平等，体积无差别平等，要么相有有差别啊，所以不如何你啊得说差别，也是你们词。该有某个意义，一个某个意义可以说明讲吧，整体自性的现象能有点上面所讲的种种差别相，要是根据某个道理讲呢，下面解释讲意义要是什么相似，文字挺简单，因为众生有业识，初业的实性就是常性中啊，娱乐场在众生的娱乐场，常性的提拔而来也是三人变现出来的啊，提起是前六识啊，也跟业识，因为在众生分上有业识，初业的意识啊，因为众生意念的业识能做种种业，就有种种现象的什么啊，就有什么相，营养是有什么相啊，反复在养部的时间有养是个什么相啊，现在就一点跟反复跟养是个什么相啊，来显示腔体跟天相，也是腔跟什么相，腔跟什么相，就是讲种种功德相，那种种功德相前面所讲的那个太智慧光明一边做法建议自信倾向你，你啊统统都是倾向的现象啊，你在凡情的世界看起来好像有神有美，实际上当地本来不神不美，因为凡夫以业识看好像有什么相，以这个什么相显示腔体本来无什么种现出的种种的功德相，所以不是以什么相来显示这个道理啊，此云何事讲的啊，假众生的业是什么相来显示法性离体跟不可思议的德相的差别相，两样完全显示呢，云何事，应该是你们是刚刚办了现实的啊，该不可思议的功德相，有老的该世间该压实首先该差别相，要办分辨呢，以一切法本来为心，实无异念，一切法当体本来清净，莫分辨啊，为心所现，为识所变，一切都有众生心地上啊显现诸法的功德，显现诸法的作用啊，所以心地本来无念，实无异念，个真心离体本来是差，并无虚念的作用啊，但是众生有妄心，以有妄心嘛，不觉虚念，见诸境界故实无明，因为有多凡夫有妄想心，妄想心对哪来，对无明不觉来，因为有无明不觉，所以有妄想心，而两个妄想心所见的现象就有什么，因为妄心有什么，所见的妄境也有什么，所以有时无明不觉是种种的妄念，有两个妄念中见种种的境界，种种境界妄念有什么，境界检查有什么，所以这就是无明的现象，这两个无明现象众生有两个无明，所以有种种妄想，祖父有无量功德，所以有种种的功德相，这两种的妄想显示佛果的究竟功德相，他两个功德相没等神佛将神修，众生本来其中，只是本那个无明不觉妄想心所杂逼的真正的功德相
现出来。那么恩养文献来说呢，所以他文说明前面所讲的太子会讲明一点的意义了，比他讲心心不喜，即是太子会讲明义故，说明太白最近所讲的众生本体的太子会讲明义。恩养文献文献先因为心心本相，心心是真意痴心，真心本心就心是痴心倾向心，心是法界离体啊，就是娱乐场的当体，其心心本来倾向啊，家庭无明是不会升起来，无明不起的时间，太智慧光明你就会显现出来。众生就是因为有无明，我那个无明不觉受杂逼，所以那个本来起就该太智慧光明你啊显现不出来。家庭心心本相的当地不会是无明，无明消除了，那本有的太智慧光明你就会显现出来。所谓是相把这啊，一把这修法一文思一感召，一感召真是相，真道是相把这太智慧光明你就显现了。那么都干哈，真道是相把这就是无明完全消除，无明消除了，所以不是无明，无明不起，太智慧光明你就显现出来。要行起见，这又不见之相；要行理见，即是变周法见义故。也就是听一句变周法见义。现在我们某个变周法见的道理跟没有用显现呢？因为啊，我们众生凡夫心有起种种的妄见，众生心起种种妄见。既然有见，就有不见之相。比当讲，我用眼珠来看好了，有看得多的，就有看不多的。你对面的东西看得多，两者的东西就看不全，后面的东西就看不到。所以心中起了有见的作用，这就见状有不见的情况显现。有能看得多的，就有看不多的。因为你心中有个妄见存在，所以变咒法见你就显不出来。想要心性能够远离这种的妄见，心中无妄见，真见显现，那变咒法见的脱离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要离妄见，妄见消除了，变咒法见你就显现，就是法眼经的一真法见啊，光明变咒一个脱离就能够显现出来。主要要理性妄见，要心有通，非真实地，无有痴心，这个是个真实实地呢。因为心有妄通，通向啊，就不会真确，往往所见的境界就有否通不实。比当讲，水是有通啊，众人现象的相也见得有通。也不会是猜，也看不清楚啊，这就不会真实能够认识真谛的意义。谛是把这字的了谛，现在因为你心有有通，所以真实的事能够了谛的功用啊显不出来，所见的都是妄谛。众生心通，所以所见的万法都是妄通，都是不会真实的了解。要把两个妄通虚态本就安静下来，心清了，妄通就消除，那个真实的了底的作用就会显现，这样能够痴心本有个真实的了底的作用就能显现。你要知道众生因为妄通，所以没真实的，也没真实的痴心显现的真意，一个没妄通就有两个真实是敌你眼前。因为心有妄通，没真实敌，所以也就非常非乐非恶非强。一盘个上浪偶像系的就显出来，因为你心太通。而心里果是清下来，当然上心，当然上心的时间，也个上浪偶像你才会显现出来。所以不过要把五处究竟你是什么啊，一拍戏的将来就显现。
这就是亲啊。热闹随便这不吃菜，热闹对前面的情量不变吃菜，一个情量讲随便对前面的不变讲菜众神呢、啊、有热闹热亲热热心就反痛就有闹乱。一个热闹是什么东西呢？无名，无名不觉神三世，有次有贪嗔痴各种的烦恼种子，神意现行，错出种种业力，是无量苦，这就是热闹。两种热闹所出的业，肯定发生种种变化，升天、作人、错恶业吹落天用我个肉身三木头，这就是随便。有热闹有随便，就得不到吃菜。比如现在人在凡夫的境界，不会吃菜，让我会吃菜啊。身体常常会生病通常有种种不如意都不能得到真实吃菜，要得到清凉真的常识讲的不变体，这样能够得真实菜。所以在众神分上，乃至其有过很啥等妄念之意，在我们众神分上超过很好啥数暗度的妄想念物，也种种的插念的意义包含在这个心体上，就是无名不觉的种因那么这样的东西以后不消除，烦恼妄想不消除，一个真心理地的痴心情向心意，真实是第一上落偶像意都显现不出来，烦恼消除了它就能够显现。所以叫马一论文讲，对此一个心心无痛，就有个很啥等主将功德相应实现。讲心体一个倾向，对上面的众生的烦恼热闹的情况的意义讲，假如你能够做到无明消除，烦恼团灭，心性倾向不会有妄痛，无痛就是意义不通了，不会有妄痛。那超过很好啥数安度的倾向的功德，这功德的相功德的意义就完全能够实现显现出来。意思就是讲烦恼消除了，本体功德就显现本有个功德是被烦恼所杂避，烦恼消除功德怎么显现？要心有喜，渐渐前发可念者则有所受。假定心中起了妄念又看到前面所有的一切法，你们都可以分辨，都可以喜念，都有差别相，该你就有所参受。参受什么呢？参受本有的功德因为你心有喜念有所执着你们前面的法一切法你有所分辨，有所爱憎，有所差别，跟你说的该就有所受，不会顽皮受显示功德显现不出来，本无名妄念所杂避，功德现象显不出来，所以功德现象就有所受，纵然有所显现的作用去弥漫，所以不是受。以是枪法无量功德即是一心见无所念，事故满久名为法身以来之常。前讲了呢，枪法老念法相反，念法其他的枪法显现，意思知法知识，就上面所讲，下头念法无明妄想全部消除了，本有个前枪的功德法个枪法无量功德就会显现出来他俩并无离开当下一念心，就是俩当下一念心们本来持续你还要心情将磨皮中的念物就见无所念，不会再过去的妄念的念头，只有情将的功德事故满足，所以一切功德从此就得到满足该说了法身，该说了如来之常，就是说在众善分上成如来常，功德本来持续，只是妄念所杂避显现不出来，都神佛了，真的发生
啊，一头妄音全部消除，无明完全虚脱，所谓五处究竟，依是圆满。五处就是无明烦恼，见识全上无明等烦恼，一头烦恼障完全消除了，啊，一个业力种子完全虚脱了，啊，变异程序与混沌程序都已经消除了，所以得到究竟全相的发生当地。那么众生虽然很忙，有真多法身，以来常心通，一样的功德也本来具足。上面呢就解释疑问，有人为讲，既然全相的法体本来当地的空平等，又慢慢有那个差别的现象，也为说明讲，所谓差别的现象，以众生讲，因为众生有妄识，有分别，所以现实功德也有差别相。然而因陀众生呢，是其其相本有的功德，但实际上差别中并无差别，本来如是。那随众生心嘛，一切都能随缘显现。上面就是显示体相，体相用三态相的现象，上面都已经分清楚了。下面讲显示用，就是胎生法体的没有用，也有三态，文字比较多。第一呢，证明用即真义，先讲嘛，所现的没有用，当体就是真义，离开真义没了的没有用何讲？先从两个顺序来说明啊。那有四行多个文字，复次真义用在，所谓诸佛以来本差引体，法太慈悲，修诸般若蜜，一法众生。立胎思念千欲吐脱等众生界，一不罕劫数，千以未来，以其一切众生以己神故，以一不起众生相，此以何意？为以是敌一切众生，给予己神，真以平等，无别依故。第二，他说明佛果该没有用。这个用哈，除了这个作用的用，是神诸佛果以后真以慈心所现现本有的没有用。佛慈就是很久，真以提升讲的时候，将还要讲真以的用，所以讲佛慈不很久。真以用着讲真以本心所现的没有用，怎么讲呢？所谓自汉文解释讲，诸佛以来啊，本才原地法太慈悲。修诸般若蜜，一法众生，已经成佛的佛果，无论哪一尊佛、诸佛、过去、现在，一切诸佛，无论哪个高处释迦牟尼佛，乃至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诸佛，即寻求真果，最初也是从凡夫发心，即根本在原地发菩提心的时间。发菩提心就发太慈悲心，彼者能发苦，此者能离乐。这个用意就是要使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发太悲心。这个太慈悲心为了度众生，修诸般若蜜，诸般若蜜就是修六度万行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八戒智慧。啊，两是平常讲六土，凡人民讲十土啊，十土就从智慧土开出来啊，非方言的智。无论是修六土十土，修的方目的呢，为了而度众生，所以讲一法众生，一数法教法，为了要一数众生教法众生，所以引起发心的时间，立胎思念。诸佛菩萨最初发心都建立广大的思念啊，释迦牟尼佛发愿而在五处恶世度苦恼众生，而度了就广场南发的苦恼众生啊，要使佛发愿而使众生那里苦得老受灾免难，所以发生弥太愿啊，阿弥陀佛要使清净国土念发众生往生佛果，所以发四十八愿。地藏菩萨看到天佑众生最苦，所以凡人要众生突进方正菩提啊，听有未恐誓不成佛，
俩都是主佛菩萨因地说法给讲台给念的，以此为例，每一尊佛都重要，每一位菩萨都重要。那么无论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假给念的都是亲欲脱脱等众生界，平等脱脱一切众生，所有法界内一切众生该该几多发心而脱去，没分别，没说哪一界爱而脱，哪一界爱不脱，无量差别相，平等不脱，一切众生平等不脱，所以亲有脱脱一切众生，有就是希望，诸佛菩萨跟念力都是亲希望要脱脱一切众生是给离苦得乐，是众生间统统都能够成就清净的佛果。伊不罕一教书，佛菩萨脱众生，无时间给汉字，讲时间呢、啊，最长的时间就是给佛，啊、嗯。不罕教授就是个摩罕天给九个时间，诸佛菩萨跟念力，无论是引地太行菩萨多个时间，乃至真告神佛以后个时间，亲为了基督众生，无一天给多加个时间数目。高祖释迦牟尼佛按照《法华经》讲，成点及千秋已经神佛，众人成就佛果啊。即便没有坐在门前千拜万拜，还是照样啊，浑身百界脱无量众生啊。所以《法妙经》讲：“我今来自世界八千万啊。”释迦牟尼佛先报神佛啊，为了个听一听菩萨说法啊。以前讲过讲，我来了娑婆世界世间八相神陀突发众生，我已经来了八千次，八千次。来了世间将是根本的不安呢，从出神降神，至出家修行神佛途中，乃至你们按那个方式八相神通，给来了做了八千次，八千次还没最多的了。那么这法法经的数量平讲，成点及千秋已经神佛，神佛以后就是在十方世界途中没停止，哎、嗯，所以。八千次也只是中间的一部分，就是说在三摩世界上就是根本你不按那个方式途中来了八千次了，也许两次我也是根本你不就是第八千次，该就是显示诸佛菩萨度的众生呢，摩汉时间摩汉教授亲为了机是根本你不现在虽然是念灭了，已经念灭了两千两年，那你两个世界看到佛念灭，可是释迦世尊已经到塔房世界有实验，有在途中有眼的众生有去吐他啊，佛吐有眼人啊，不是佛陀的分别，而是众生分别，众生以佛有眼才能够得到佛的教法，接受佛的一个说法吐他，假如众生无眼，佛众人现前而吐也无可能，所以无眼不能吐。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间，也出去讨办高法。有一次遇到一个村庄，这些庄户人呐，挺凶恶，唔敌佛法，错吹呀。那么因此人就向释迦世尊个世尊呐，太子太比该庄人按凶恶啊，世尊还发心嘛对于土人。释迦世尊讲，该庄人老爱冇见到人，爱去土啊，会变成犯后果。唔会有作用，用咁一万年去呢？释迦世尊讲，系木根连去，木根连去就多得多，木根连过人就去啦。诶，天气木根连去多嗰只恶相存空啊，所有存状嘅人全部出来礼拜恭敬，唐了嘅木根连尊者说法，大家都拜了嘅木根连尊者为师，皈依三宝，从此以后啊，改恶修善。那么后人讲我都佛此间不能吐，而木间连章能吐，眼睛从哪边呢？释迦世尊讲，该庄严啊，老木间连皆有眼。见到我个眼呢，就讲在从前多劫以前，该一庄严啊，就是一条棚诶个棚诶，个棚诶呢，就是用恶个东西个恶棚。那么了一条棚诶啊，当时人而去标火烧去，木间连当时做巢府啊，又个个木烧木烧。按你手按可怜既然无上海你其实把这条棚的腿围起来，请人没手阿里的保护。
我父都给盖到红的山头啊，然后啊即将离开，所以盖到红的就是现在这个村庄的人物啊。那么木建连是当时救了他，多神仙救过他，所以呢根本也哎即将老几个有人，所以木建连去偷就偷到了。释迦牟尼佛这个用本机器磨好呢，用他老爱磨给多人，乃是他看来只是一个落笔修，不会发生好用啊，所以因此是古佛徒有原因。那么讲无缘不能徒呢，你看释迦世尊差事的是这个上东罗母，上东罗母啊，上加比罗上释迦牟尼佛出世的上啊，释迦牟尼佛刚才的首都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啊，加比罗关，这个上的东门，东门上有一个罗母啊，所谓罗母啊，实际上就老释迦牟尼佛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世的了啊，所以既然还是应该出世，这叫上东罗母。释迦牟尼佛经常对东门上过，这上东罗母看都不会看，都不会照看去。人家就说啊，这世尊释迦牟尼佛对阿哥你要不请去呢，就几黑佛还没黑佛，几是应该把出世，还没是应该把出世，几黑佛还没黑佛，那就买二百元，几就不接受。那么大家说啊，你看罗上东罗母很可怜啊，身在老佛穷在一个地方，可是不接受佛法，你就看佛讲世尊啊，跟你太子太比偷了个上东罗母吧，世尊说无缘不能偷啊，来偷偷不多了，用个试试看嘛，佛个神通为定，偷一偷啊，看有办法吗？佛说好，跟你聊一看啊，就做本看好吧。落到上东罗母个佛个面前啊，跟上东罗母一看到释迦佛现前，他就抱一堆释迦牟尼佛面就向入去，而释迦世尊现神通几个面向入去，底部都有一尊释迦佛，他就向左边，左边有一尊释迦佛他向右边，而右边有一尊释迦佛他就头拿向广场，我就不管你，我就看当佛，当佛有一尊释迦佛，我当佛我不管，我看天来带，天来带有一尊释迦牟尼佛，顶顶上都是释迦牟尼佛，他还是不相信，还是不能接受啊！我又唔看，用只法杖，施只手指，木柱揸起来唔看，唔看木柱都黑唔起来。每一只手指就一尊释迦牟尼佛，施只手指是尊释迦牟尼佛，唔看做唔得。啊，看你啊，还是不能做，我又唔看，所以佛反正就这样了。大家一看我，吼、哦、呀，真是没办法哦，果然是无缘不能渡啊。他就不接受佛法，就像上东罗母老佛同生一世不受感化，所以为什么显见人人凡是修学菩萨托我多劳众生的人，假如你是没劳众生的人，你众人神佛了没众生好吐，你不接受你的吐法，所以行菩萨托都要多劳众生的人，是没劳众生的人吐众生不多，所以言之之故佛有三不能其中一种就是无缘不能吐，不是佛不吐他他不能接受，就像上东罗母的故事，佛法什么吐他，现神通吐他，可是他不接受，现神通都不接受啊，说法更不能接受，他躺不入去啊，所以言之之故呢佛吐众生千未来之无时间性，是不堪接受，千以未来，未来之无边之千以未来，继续一切发心度众生以其一切众生以己身故，怎么会按理说呢，因为佛的意思看一切众生老己本身平等无差别看一切众生就老感同身受，将自己的身体重要己身是佛菩萨本身，讲看众生身就是爱自己本身，众生受苦就是爱受苦，按你的观念所以说的吐众生，以一不起众生相，虽然看众生有一己身，但他不会执着，不起众生相，不起分别相，不会起分别此以后呢有没有意义会发生这种按属性的作用呢，为以是第一切众生就以己身呢，真以平等无别异故，因为真真实实出代了的以是法能要出代了的一切众生老爱自己本身，真以本心本来平等，众生真以自心，老爱该真以自心，并无差别所以因为真以本来平等，无别一个缘故，所以平等普度。有人问你们讲，
个真理本身依然是一个覆盖真理老爱个真理有差别吗？没差别，穷一体。个穷一体样本祝福个真理还能得不到受用呢？因为祝福已经讲我众神财迷，而众神该真理也是往边释放，祝福所证该真理也是往边释放，受穷三字，受穷三字往边释放，人人感受穷要，俺们众神该感受，祝福该感受穷要，并无差别。所以回忆回忆，不是忆也不是忆，讲忆嘛好像有界限，讲忆嘛好像有差别，平等平等，并无差别。所以这就是证明拥挤整理的脱离啊，讲到一部分后面还有一段文啊，才五十米一样，等下子这样讲啊。